哎呦，哎呀，哦，你真的可以吗？哎呀，来，兄弟们，万众瞩目的这一台2013年 BMW 当家超跑 M-Power M5。代理的这台只跑70000多公里而已，公里不是英里哦。这么少？如果算英里的话，只有40000多。不能这样算吧？可以，你可以仪表板美规的可以自己切换。但是我们台湾看的是公里。以前开那个美规车不知道，你说怎么开60而已，被拍超速，你知道吗？原来是迈，那是迈。啊，这个概念。这台马力700匹，不是？这台新车700万。700万，现在只要100出头，100出头，而且560匹原厂马力。那你法拉利几匹？法拉利600多匹。差距不大喽，1/10的钱，500多匹马力。它的外表看起来有点老气。市面上你要找100出头万有这个马力的人，还有谁？没了。你想得到？想不到。100出头万买 C300、C400，何不买这台？而且还2013年，差不多啊。差一两年，差不多年份呢。对啊，对啊，为什么不买这台？为什么买这个？贵金贵啊！再开出去就小阿哥，没有Aniki，大阿哥，大阿哥了，不是小阿哥。Aniki开这个吧，带年轻人，是不是？Aniki会买新的，可是刚起步的Aniki。Aniki以前也是从年轻人做起啊。哦，本来就是啊，那一出社会就当Aniki的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对啊，今天我们提升品质，我们先确认这台车到底是不是。原漆，之前我们看车通常只看是不是原版件为主，然后认证，提升品质，直接实测这台到底是不是原漆，我觉得有可能。好，数值107哈，107、105。好，目前看起来赛车就是最后确认，这个面还没打。车原漆原版件都在100条上下，没有那种200条、300条，130以上都没有。2013年的车到现在原漆原版件，原版件。那台车他卖我的时候，他是他父亲的车，都放在家里，他没什么在开。他父亲Aniki对不对？应该是以前可能做生意、开公司、工厂那种老板，家里不止一台车，好几台车那种。可能买一台，偶尔想要自己去跑跑山的时候，热血一下，蛮猛的，还跑70万而已，还跑70万公里的，全车原厂没有改装。今天买这车会担心说，它有的可能有改啊，他就不要。再原汁原味，原厂就够啦，500多匹，500多匹了，很能跑了啦。好，来，再有几个重点：院头灯，19寸的铝圈 ，ES4S， 米其林轮胎，2年32周。哇，2年31周，4条喜欢，4门摸门加西门，内子吸的跟什么一样，这个内装很离谱。浑厚引擎声，很跑我的变速箱，几速？7速，7速 DCT， 还有抬头显示器，这里有一个 M 模式的一个设定，你可以一起调整你的方向盘重力、避震器的软硬度 ，Sport Plus。M 模式开启的时候就是要战斗了，战斗了。对，这边也有按键，右边6颗键，左边2颗。对啦，那些悬吊都是可以调的吗 ？M 模式里面包含悬吊的软硬战斗模式 ，Sport Plus 调整。这一颗排挡杆的打法，往左边是 N 档，你要 R 档是往左再往前，回 N 档也往回推。好复杂哦。右边是 D 档。再退一次是 S 档 ，S 档是用快波。这个变速箱就是这样，特别地方跟192 M3 也是这一颗。这一世代的 M 不会像160的那样会很顿挫。这一颗的 NDCT 的变速箱是很顺。它拿回去，你再慢慢看。OK， Ladies and Gentlemen， V8 双涡轮增压引擎。那买这个车最在意的就是车况了，是不是？有些东西该换的也是要换的，但有些东西人家已经帮你换好了。
是没有什么油渍的问题，干干净净的。今天买这种车就是要试它的底盘性能，没错，跟它的动力。跑山夜跑，第一次开车夜跑吗？影片中第一次，但近几年应该也是第一次。你平常会跑山吗？不会。那我可以等你的技术吗？我们也是能力范围，对吧？开有信心的，没错。可是有人是太有信心，那就不太好。OK， 出发。你系安全带吗？我有系啊。哦、你知道要系啊？安全问题，你系咧？会不会突然有车冲出来？我不知道。我们现在是山路吗？公道最速传说，山道了。山道最速传说是什么？可能你有开过这条路吗？有啊，有啦哈。我可以相信你吗？你不用相信我，你相信他就好了。他我没有很信。哦耶！哦耶！马甲弯，果然不能相信你。先熟悉一下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呀！可以吗？对的，控制范围。你年轻的时候有开过很凶的过吗？不是，我这辈子最凶的一次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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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。刚测试完山路，感觉怎么样？赛车你转弯的时候，真的是让你非常有信心。就是你怎样的弯道，你速度很快过那个弯，就不会侧倾。对，我现在没有感觉到那种被拉车手的感觉。对，而且是动力双涡轮开的时候，动力可以说随传随到。我感觉得到那个马力跟的很快，但是随着这个马力那么大。我在踩刹车的时候，我的脚要特别出一点力量，不然你会觉得有点不安全感会起来，不放心。所以有人他有装跑刹，部分也是这个原因。所以底盘那些都很 OK， 很 OK， 很棒。这底盘买这车就买了，现在觉得它有点危险。哈哈哈！要不要先喘口气？对啊，有点紧张。不要怕，有我在，不撞车。撞了我会陪你，陪着我一起撞。对，我不是说赔钱的赔啊，赔钱的赔，我只能陪着你，我们可以撞在一起。二一，走！哦！要不要拉？要拉转就拉转，好腰。啊，以上就是我们这一台2013年跑70000的 BMW M-Power M 的极限运动。最后一样100出头万，你要买 C 卡 E 卡还是买这个？我买这个，你自己的选择。那思考一下。接着我们每个礼拜会有一天的直播日，直播的内容就是我们场内的车会有优惠的价钱，当下肯定是可以比市面上的同条件的还优惠。最后我们全省都有服务，台澎金马。有要估车，有要买车，都可以跟我们联系。好 ，OK， 来吧，哆瑞咪吧，收了。想看更多，关注抖音跟 YouTube， 吕老板二手车，带你看遍二手车市场。